你是会不会是赌遍察觉到什么了？都怪我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我差点害了你。都安排好了吗？队长，照你的吩咐，人已经安排好了。你姐只要和你在一起，他们就会开枪。但你放心，保证不会伤到令姐。我带你先躲躲吧。躲？ 姐，我知道你不想躲，但是你别忘了，秦家之前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。咱们先把为秦家报仇的事儿放一放，以后总会找到机会的。咱们现在先忍忍。 不管是毒还是人，这次我都得帮。我明白，但不能因为我们报仇，再连累这些无辜的家丁。咱们现在得先把家丁给遣散了。姐，你先躲起来。报仇的事儿，咱们从长计议。 你是又惹你们家格格不高兴了？没有。那这是咋了？没咋。天一哥，你们今天跟那个马广进谈的怎么样了？挺好，把老爷子把合约书都给你咱们签了，他们家的矿半价卖给咱们了。真的呀？真的。那太好了，那得庆祝一下。八蛋走，买羊肉。哎，哥哥，现在不能上街，街上特别乱，警察在到处抓人，说是警察厅里面有人放枪。啊？死人了吗？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 要不，我还是去买点羊肉吧。嗯，吴云，巴特，干嘛一定要出去啊？有事儿。天一哥，是蓝叶和金虎他们偷偷去警察厅要杀陈俊，刚才那枪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放的。胡闹！ 二哥，去警察厅杀陈俊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跪下！二哥，我知道蓝聂着和陈俊的那份兄弟情下不了手，但我能。咱们现在这样。 都是陈俊给害，还有我哥，在云台崖也是一定让他给杀了。虎子，
现在一看见我，就想起大哥。要不是警察厅把大哥归为乱葬分别，警察就不会追查他，大哥就不会死。现在想，就只要报仇，多一分钟我都等不了。这个仇，咱们一定要报。为了报仇，你可以死，我可以死，但胡子不能死。大哥把胡子交给咱们，是为了让咱们把他给照顾好。咱们就是怎么照顾的？今天在警察厅，胡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咱们怎么跟大哥交代？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我恨呐！猴子，你起来，你也起来吧。给杀了？没有，二哥。我和虎子到警察厅的时候，看见大少奶奶和陈俊从里面出来。刚走到门口，也不知道是谁放了一枪，街上的人就乱了，我们俩就跑回来了。那枪伤到谁了？谁都没有伤着，但是不知道这枪是奔着大少奶奶去的，还是奔着陈俊去的？你们回去，把东西收拾一下。咱们回秦家，我要让张家口的人都知道，我秦天一回来了。先生，请来。先生，眼线来报，陈俊刚才在警察厅被人偷袭，可是子弹打偏了。当时陈香正好来找陈俊，后来两人就回到了金府。
现在整个金府都被警察守着。有意思。先生，一般人不敢去警察厅偷袭的，除非他和陈俊有着深仇大恨。看来这个金天翼已经回到张家口。各位，你们都是秦家的一份子，就像秦家人一样，在秦家最难的时候，这儿的每一个人都不离不弃，秦香已经记在心里了。可是眼下只怕比过去更加危险，我不想之前的那一幕再次发生，所以你们离开这儿吧，去找一家好人家，好好的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沉香替秦家感谢大家。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现钱，每人一份，外加三块大洋的路费。大少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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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少奶奶。我们这些人都是打小跟着扶叔的，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在秦家，我们早已经把这当成自己的家了。秦家的恩情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还呢，现在秦家有难了，我们不能走，我们都一直卯着劲儿要为秦家报仇雪恨呢。是啊，大少奶奶，您别让我们走。翠儿从小就没爹没娘的，是大少奶奶您一直带着翠啊，可现在您突然让我们走，你让我们去哪儿啊？是啊，大少奶奶，如今咱们秦家遭了这么大的难，你一个女人还一直苦苦撑着秦家这么大的家业，眼下正是秦家需要用人的时候，我们走了您怎么办？我们不走。对，大少奶奶，我们不走。你们对秦家的这份恩情，沉香永远都会记在心里。我现在只希望你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好好的活着，别忘了秦家。都起来吧，起来。怎么决定？是不是因为沉香在京剧被偷袭了？不全是。
见。马车在外面等着呢，咱们走吧。我想再进去看看。你们全都回警队。是，回警队。是。这不是顶撞我们的二少爷金天一吗？哟，不是说他准要死吗？你看，你看，查汉奇和格格。对，还有他们家巴特。对呀，这怎么真是？真见了鬼了啊！不是说他们都掉到悬崖边摔死了吗？怎么又活过来了？就是，你看，唐云格格还带着武士扛着枪，估计这二少爷是回来给秦家报仇来了。别瞎说。Thank you.
咱们的人在秦家看到陈香正在解散家丁之后，就和陈军一起离开了晋府。正如先生所料，秦天意已经回到了张家口，而且现在就在秦府。那秦天意有没有跟陈香他们姐弟俩见到面呢？没有。明轩在吗？少爷出去了。娟呢？小姐在院里呢。哎，陈军少爷，小姐在院里给你绣手绢呢。我家小姐陪大少奶奶散心呢，还是你想带我家小姐散心呢？哎，我发现柳枝这丫头的嘴越来越厉害了啊。带你去散散心。
行吗？陈俊，那我得告诉我哥一声。啊，已经跟你哥说了，我姐就在外面等着呢，你放心吧，咱们走吧。哦，成，那你先推我进屋，我拿点东西。好。你叫人先把东西拿走啊。哎，家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来呀，哎，出去打听一下。好，我跟他去。那个，秦俊呢？怎么了？嗯，还是让我坐轮椅吧，这样抱着挺累的。小姐，可轮椅已经搬出去了呀。没事，我不累。走。柳枝，你乐啥？我开心呗。几个时辰之前解散了家里所有的家丁，后来就跟着陈军一块走了。陈军，天野，宝珠和老盖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。陈翔在几个时辰之前把所有的家丁都遣散了，跟陈军走了。你说他俩这走会不会和警察厅遇袭有关？陈俊一定是为了陈香的安全，但陈香赌了。如果他带走陈香，天野，陪我回趟家。我也去。格格，您就别去了。吴云，你和巴特在家。来日进屋，咱们走。少爷接走散心去了呀。二少，来夜，你们不是？这儿，先别哭，我们都挺好的。你赶紧告诉我们，陈俊把明娟小姐带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呀，就说是去散心。没说上哪儿呀。走了有多久了？有一会儿了。天野，请别着急，陈香和明娟现在跟陈俊在一起，他们应该没事儿。
你说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他们走的时候连枪都没带。我就不应该听你们的，我就应该跟着去的。巴特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说他们有没有找到陈俊，有没有找到陈香姐姐？格格，您别想太多，您渴不渴？我给您烧点水去。我不渴，我不喝水。我是想问你，你说他们见到陈俊会怎么样？天一哥见到陈俊，他们会不会……哎呦，急死我了！你说天一哥要是见到陈香姐姐，天一哥要是见到陈香姐姐，格格，第一，不让您去，是担心您有危险；第二，我就是不想让您看到天一少爷和真香姑娘见面。陈俊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陈府，是我们小时候的家。姐，这儿离警察厅近，平时照顾你们也方便。多花了，一会儿带你好好看看啊。嗯。累了吧？不累。送你的。风淡云轻。
万事难决定。